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乐，今天我来改装一个 PDE 的娃头，娃头很久之前画的，先把原来的妆容用稀释液卸掉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全部卸干净了。卸完以后，我一般会用一个红色的眼影先给它做一个打底，这样会显得气色好一点。打完底色，我会先画眼妆。先画哪里也是根据自己的习惯来的，没有固定的顺序。眉毛我会先用眉粉扫一下，然后再一笔一笔的勾线条。这个过程需要很细心哦。本来准备贴下睫毛的，但是感觉这个眼妆画出来会更自然好看一点吧。画完我们可以看一下哪里不足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嘴巴的话，我会先用个浅色的打底，然后再上上面叠加更深一点的颜色，再打上一点腮红。嘴巴要定妆液定的妆，看成片吧。我告别南半球，奔向北海道，愿化作那昼夜